10月19日，李冰冰在微博晒出一组躺在草地上拍摄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贵妃最仰视。”照片中，李冰冰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以婀娜的贵妃躺姿势躺在草地上，虽然穿得略臃肿，但笑容十分灿烂。而李冰冰自己则调侃姿势是“贵妃最仰视”。网友纷纷留言：“这是在哪儿要穿那么多？穿那么厚依旧很美，好美的地方，好美的人儿。”而近日，李冰冰确认加盟的中美合拍影片《巨齿鲨》已经在新西兰开机。目前曝光了一张主演杰森·斯坦森与李冰冰的工作合照，该片将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地拍摄，该片中国定档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，一起期待女神的表现吧。